老铁们，我要拍摄了啊、哦，非专业拍摄，有帅哥美女。他先跟我说，不能你情人才是伟大的啊！好神奇的，我好奇。妈，你去把我马子干啥呢？那男的，我的瓶盖，玻璃水瓶盖，在哪儿呢？玻璃水瓶盖呢？翻过来不？就你一个男的，你能不能？我举吧，我举吧，来吧，我举吧，南哥，来吧。看我这，看我这，盖啊，看我这，你看我这，搞的。这个盖子可能不好找。我挡，拿我挡，你挡。对，这个不行，这个我有点不太好。哪块的？必须发电发，能不发吗？就我们这个是要传播的。我到，我盖上啊。啊。你俩再后退一点点。哎呀，真好看！这要有美女帅哥是不一样啊。那个帅哥，后勤啊，你向前走两步。我就得直美颜活着了。对，就这么拉就行。那个手你不用那么太绅士，你放松点。你这穿的不是西装啊？女生腿交叉一下，我看看啊，自然点。嗯。看一下啊，你看，你看他，你看不能看我啊。好，来那个，你俩再侧一点呗，浩辰，你再对，看一下，对，浩辰你站直了，立正啊，立正啊，头上那个右边头，溜了。溜了。月儿在手中，开呀花儿笑，云儿在那眼前睡得早，追不到拍摄第一现场，在这桃花源里蹦蹦跳跳，少年你莫要归心太早，燕儿在夜上上飞来了，何止遥遥还绿了芭蕉，管它一大风吹云萧萧，花绽了猩红也会摇，少年和心儿永不老，几前相闻黄发垂柳，我要花枝江儿水中摇，一片片柳絮飘不了天之角，你可曾看到红尘纷扰，未来感到花凉意